今天的造型是金色芭比娃娃。我们这组的服装呢是比较可爱的，然后还做了两个包包头，要走出那种可爱的美丽的新娘的感觉。好，我今天走的是蔡美云婚纱里面的白纱，我最喜欢里边的这些黄金的吊坠和水晶的吊坠。我的衣服上有很多小的细节，像这种羽毛啊，因为像女孩子都特别喜欢那种公主般的生活嘛，像它上面就好像给人了一种很公主很浪漫的感受，它把童话都刺在了这件衣服上，就好像把我们的童话世界只写在了这件衣服上一样啊。一会儿呢，我们第一个开场呢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小天使走出来，那个也许就是一个小时候的我吧，然后长大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穿着同样的衣服长大了的我去找他。Wanna be on top.